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5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一开始，请张医师回答打针吃药已有依赖性患者的问题。接着请张医师讲影响身体资源。追到源头，那还是一个代谢功能变差嘛。是是。那代谢功能变差就是你体质出了问题嘛。是是。那你怎么能说代谢变差了，他有血糖高，也有可能哦，行动无力哦，甚至吃东西哦会吐，这些种种现象，甚至头晕，有些血糖高也会晕倒。好，你把它加，这些都是果。对对对，就是啊，这很明显嘛，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就好像体质如果是母亲的话，母亲可以生出很多小孩子的现象，啊，比如老大、老二、老三，但绝对不能说老大生老二或老大生老三，不可能嘛，那个都是妈妈的果啊，就是体质生出来的果，怎么会果跟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呢？这个是一个。绝对的错误，逻辑绝对不通。我这样一讲，你们就知道了啊。所以你们是困在怎么样？哎呀，他为了压抑这个果，使这个果变好，怎么可能？老大吃饱了，老三就会好？这个没有这样子的啦。或是老大吃饱了，老二也会好，老三也会好，那就是果生果。所以你们不敢断，就是完全困在这种逻辑不通的道理。啊，所以原始点一直哦要求人家，就是他不但病要好，而且他要开智慧，重点在开智慧，要不然你一生怎么死的，你到最后都不知道，死的不明不目。为什么？因为你连那个逻辑概念都不清楚啊，被西医拖着走，然后你被判定是这样，然后要打胰岛素，一判定就是几十年。那我问你，如果要不能治病，这样一直在控制，那代表什么？很明显嘛，就是代表它是对人体没有意义的。一句话，那控制到什么时候？我常常讲啊，你糖尿病有人打胰岛素好的吗？没有啊，从来没有。那为什么大家还一直要用？因为被西医说，如果你不吃，又会生出什么病来？什么病来？啊，这个病都是因为血糖高哦。就把另外塑造成一个果，那他把血糖真的降低了吗？也没有。他吃的时候降低啊，没吃呢又起来。我常常讲，就像外面的天气变热啊，温度计就会升高，因为环境就像体质啦，了解吧？我比喻成这样，体质。那温度计哦，血糖就会升高，就像温度计就升高。啊，西医是治什么呢？他就拿个冰块放在温度计那里，然后哎，你看哦，哦，刚刚40度啊，啊，现在已经变36度了。然后等你冰块融化了，你环境没有变，温度还是40度，所以血压计它又上升了。啊，上升了，他说哎，没关系啊，我们还有冰块啊，我们每天这样，然后你再弄哎。你再去量，哎，果然温度计又降下来。啊，你们每天就在重复这一件事，对，直到死亡为止。所以，那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个问题，这些胰岛素全部是寒凉的，就像冰块一样。人体是恒温动物，啊，它有一个常温，比如一般人体温都是在35、36、37之间，哈。尤其在36上下，好，那你一直用寒凉的，就会造成你的体质怎么样进一步破坏，所以环境进一步变差，所以你在用的过程中，其实你已经伤害温度计了。我这样比喻，应该你们听得懂。它的重点哦，其实也不在胰岛素了，因为如果已经听懂的话。重点在阴啊，他现在肺积水也好，体质也好，都是阴引起啊。原始点把所有的疾病之因归咎于两点，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那如果跟这个违反的，就要怎么样去掉。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如果对修行有妨害的、哦、这些恶行我们一定要去掉，要不然 你怎么修行成功。所以第一个要断乐，简单讲，然后要修善啊，修什么善呢、啊、修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善。那什么是善？好，他如果热能不足，就要补充外内热源；如果他有体伤，就要配合按推，然后让身体恢复，自己恢复正常。因为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是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根治，也就是从体质改善，他才能达到真正的，就是转危为安呐、啊。简单讲，你不这么做，你一直在控制，只是正在饮鸩止渴啦。所以简单讲，你之所以不敢放，而我们敢放，因为我们道理已经清楚，而且我们一点怀疑也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做出来嘛。啊，所以不了解的情况下，很明显嘛，你放不下。啊，放不下的结果就是我刚刚比喻的，你不断的在用冰块，然后制造温度计，啊，每天安慰自己，哎，我有用，真的血糖就正常。事实上没有一天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那你用过之后，哦，那个环境已经都改善了，那你的温度计不用冰块，其实它也好了。而我们治疗不是在治血糖的高低，那个叫做魔术了。我常常讲，西医在变魔术了。那你们在那个迷境中、哦、你们已经满足于这种变幻的现象，然后他说因，你们也被傻傻的说成因啊。事实上我这样一讲解，我不相信你听不懂了。为什么？明明是果，怎么会是因啊？果与果之间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就像兄弟姐妹都是妈妈的果，怎么会两治疗老大就老二会好？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他打胰岛素，他继续喘，他继续肺积水，他继续还是胃会不舒服，因为他体伤没有解决，因为他周围的体质也就环境没有改善，他是不可能好的。那你这样完全理解之后，你就很笃定了，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变幻魔术的，根本跟我体质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有害的，那我怎么还要用你呢？我抛想去掉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每天用你，怎么可能？那一定是被迷惑了嘛。是，所以我说用原始点哦，不是说每个人遇到它就能得益，我不认为是，还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善根就是智慧，你没有智慧。你即便遇到再好的法，对你没有用，因为你不是从内心里面去理解，是，然后产生信心，然后只是在现象界产生一种控制，产生我要怎么样，啊，这一个控制那一个，不对的，啊，这样永远没完没了，所以从现象界找不到答案，因是看不到的，是，因是看不到的。看得到的通通属果，是，那就很明确了。所以你们现在是在玩果了。所以西医我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它就是从果治病，没有改善我们体质这一说法。那原始点恰好相反，他认为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所以你一定要从因下手，从体质改善，这样才能达到。哦，我说的转危为安，嗯，要不然很难。对，那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去买了那个姜丸啊，然后生这个是改善体质，是改善体质。对，那就是，但是你一方面又改善体质，一方面又破坏体质，所以，比如说胰岛素它是寒的，你打它是寒凉。然后又用温的来解，等于你们又找毒药又要找解药，然后两个一起吃，好，那这样就以为就可以得到善果，那
我刚刚已经第一个开宗明义我就讲，你即便是修行，你都要懂得断恶修善、啊、是，怎么会说我啊啊，我好人嘛做一点嘛，善事我做一点，啊，歹代志我嘛加减做一点，安尼较会，安尼较成人吼，哎、欸，啊安尼那有什么修行？安尼那有对体质有什么帮助？所以修行就是一种选择，就是我要断恶修善，然后下定决心，这个才叫修行。那所以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种抉择。好，我懂了这个道理。我要不要断恶修善？如果要，可是如果说你现在不打胰岛素，对不对？那不打就不打嘛。不打，然后这个他胃又反胃了，对不对？我听你讲，那反胃了就是他体香嘛。我说所有疾病皆体香及热，没有错了。可是对他来讲的话，那他如果说没有治疗到。或者是没有体面的没有好好处理的话，没有达到一个程度的话，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循序渐进，然后慢慢我跟你讲，如果你打胰岛素，然后它就不会反胃，胃就会好。我相信那个不是反胃的，那是反胃是其他的问题，它就是这个人就是很紧的，然后一下就可以去吃一些辅助胃的东西，像这个。淀粉质 对，可是你吃淀粉质，然后就这个。我告诉你哦，你对原始点是不了解的，因为我听你认识那么久，还在讲淀粉质，那个叫谈成分。我医疗与保健都已经谈了，成分解决不了人的体质的，那是西医的说法。所以你们是哈、哦、来这里是哈、哦、脾好像带来这里是原始点。但骨髓里面都是西医的概念，所以、哦、我跟你讲原始点，但骨髓里面、哦、你们完全不会变的，因为你们动不动就淀粉质，那就是成分嘛。那胃痛呢？那胃痛就是体香啊！啊，以原始点的角度还不简单，那个也不是什么、血糖过高引起的、啊。那个马上后面推啊，啊温敷啊就改善啦、啊。推温敷，然后它就改善了。可是对啊，它两下就又回来了。啊，两下就回来，是因为它热能已经不足，因为你要是。为什么会不足？其实它现在我看法啦，只要有肺积水都算命危了。是，也就是在诊断上，我有轻重症到重病。重病又有分一般的重病，比如比较容易疲倦啦、啊、没有力啦、啊、那个已经算重病了。但如果你进一步、哦、还有面无光泽啦、哦、然后呼吸困难啦、啊、喘啦、啊哦、行走、哦、全身无力啦、哦、吃不下暴瘦、哦、这些已经算是显象一线。遇到这种就要小心，再出现一个腹内有积水就是命危啦，不要怀疑啦。就是不管肺积水也好，腹中积水也好，你曾经有过，你就要小心了、啊、随时生命都有危险了、啊。所以我相信你们要，如果以诊断，我说过了，原始点它不用，它最直接的就是它从观察、聊天，你病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死，已经到什么境界了，马上一听就知道答案。所以我以前常常演讲常常讲，你如果学原始点，你要有一知十字的本领啊。你什么时候会挂掉你自己都要清楚，你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啊，你连走到哪里都没有，还在搞哎呀我为什么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在讲那些我都还蛮担心的。为什么？当你在打的过程中，人体一直体质没有改善，热能一直没有补充上来，然后你还把一些寒凉跟热已经都命为了，这时候是集中活力赶快把体质改善过来，那才能大逆转、啊、我刚刚已经讲了转危为安，就是已经命为了，还不危险吗？很危险啊，因为它动不动就咳嗽就喘啊，那个就我说的就已经体质已经体伤很严重啊，那热能又严重不足啊，所以你推完它很快就会回来，
那就更代表热人已经啊、哦、没有青黄不接了。简单讲，电力不够啊，啊，我们所有的运转好像、嗯、这两天有慢慢有在进步。好，我问你、哦、如果有在进步，是因为打胰岛素而进步吗？不是不是啊，不是嘛？那他就是他体质改善，也不是说有什么一方一药可以治他的病，而是他体质有改善了。他体质改善的方法，我说其实在日常生活都可以找得到，而不是要医院提供的。什么日常生活可以找得到，就是乐园而已啦。然后再来就是知道你体伤在哪里，加强而已啦。然后再来患者要有良好的心态啦，就是要有智慧，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马上立刻做一个那个决断。已经跟坏朋友在一起那么久了，不被污染才怪，然后要做一个善人，怎么可能？你跟一些流氓贩毒每天混在一起，每天吃他的毒药，没有了，我不是说西医是贩，但是他真的提供你是毒药，我告诉你真的啊，你又摆脱不了他的控制，你怎么变成一个好的人？不可能嘛。啊，这个道理都很浅显，所以不是你说我混了黑社会30年，所以我一下子脱离不了黑社会，这是哪门子的？心念一转就跳出来了，哪有说我几年？所以我入黑社会才一两年，所以跳出来比较快。我30年哇，那不行了，我已经习惯黑社会的这一切，哪有这样的？那就是对道理不懂，简单讲，还在因循苟且，你还是认为啊，好吧，那以前都被这样控制，要不然我们就将就继续啊。明明我刚刚已经提了，他已经命为了，含的是如果含的是一条路，那个是会把你带上更惨的。那你热人不足，就是一定要温暖，本来就人体就有恒温的动物，我常常讲要给你温暖。啊，但是这些药都是寒凉的，一个要把你带向无边的深渊，一个要让你得到健康解脱。啊，你两条路，一个左一个右，你却想一脚踏两条船，最后的结局呢，一定失败吧？哪有？所以我常常讲，哪有找解药又吃毒药的？那来这里有比较好，那回去又吃毒药。啊，这样病人好，我真的从未曾见过。理由很简单，这样能修行也能够解脱，我也未曾见过。啊，一方面做好人，一方面又做恶事，那这个怎么可能呢？一想也知道，我跟你讲的都是常识啦，也没有什么高深道理啦。原始点，它是做出来。他不再着重你，所以我理大部分都是点到重点，就像我们这样，我讲的没有一个你听不懂，但西医讲一大堆道理，你一定听不懂哦。这个血糖要怎么控制，然后它会影响什么脏腑，然后它的机转怎么样，西医又有一套理论，你光去读那些哦，你都读得天花乱坠，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听得懂自己听不懂。他们的理论很多，所以书都很厚，那是迷惑人心的。真正道理只有一两句话啦，啊，真正了解了也不用话那么多了，就是做了。啊，现在已经都那么严重了，你已经朝不保夕了。我讲严重一点，就是朝不保夕。对啊，然后我说这个，那我们这个。这留一两个礼拜，然后留几个礼拜都没用，没有用。理论很简单，因为你还没有下决心，就好像修行，你真的要真的能够修的有一定成果出来，你是绝对全力以赴啊！你心还三心两意，叫你断一个那个什么胰岛素。就这么好像犹豫不决，当一个黑社会组织。对啊，叫你脱离那些，你也不要。那不是我说，可是他的，你看又30年了，我替你体伤，然后他热能不足，这个一飞这也需要时间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他很直接，
原始点就是那么直接，直接点出问题的要害。那你唯一的一条生路，它已经开出来了，你要不要走？所以它叫自救之法，不是我来帮你走，你却把他认为他这么严重，应该放在原始点，然后救个一两个礼拜就能救起来。不是，是因为他理解了，然后他这一条路下定决心要走了。如果没有这个决心，我告诉你，不要说两个礼拜，一年都不会好。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大家就帮你按推，就帮你温敷，你回去继续打你的胰岛素，继续过你的一些错误的生活，也就是好事来这里做一做，出去坏事也要尖一点。我告诉你，不要说来这里一年两年也没用，因为这样绝对不可能脱胎换骨，何况已经这么危急了，你要转危为安哪有那么容易。老实讲，我也救不了他，不要说谁了，连我真的每天来帮他也救不了他。是，所以我一直强调跟患者讲，要靠自己，原始点是自救之法，因为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但原始点却给你一条康庄大道，教你怎么走这种康庄大道，避免走入歧路，然后这一生就乌有了，化为乌有。那路已经出来了，我现在点的就是一条，真的就是我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解脱的，而不是一定要靠医院。那你要不要做？我说你要好，第一个心态要好，观念要清楚，第一个你就做不到了嘛，对不对？你不愿意嘛，然后再来断恶修善你也做不到嘛，因为观念不清就影响到最后的行了嘛，你不行了嘛，做不到嘛、啊、做不到了来这里是做得到，因为走路来很方便，人家推也很方便，但是要从体质改善那是不容易，那是到哪里都要这样做的，不要说看见张医师哦，我都吃姜丸啊，喝姜汤啊。体质改善也要一点时间，这个体质要慢慢来。然后如果说这个马上就要马上就大飞机这样子，这个14小时，他这个我告诉你很危险，很危险。我只能这样说，但很危险也不是因为你打胰岛素所以才保住生命。不是啊，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搭飞机，很简单，先把体质养好。对啊，所以要一点时间啊。啊，那一点时间，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决心的问题。因为我看很多人，他有时候一两个礼拜体质就有一番不一样的光景。对。但也有人一年还是在那里混。你真的已经听懂了？我告诉你，你一两个礼拜都可以，然后你也知道在飞机上每一刻都要注意一些温暖保暖啊，甚至你也会认真学，如果他在飞机上有什么症状马上立刻解症，不假外求的，但终究他要去做了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聊的其实还是回归到本质啦，是啊，该怎么做就尽快做，而不是还一边吃温热的，一边吃很凉，那是行不通的。是是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不要相信张医师会救你们，不可能；也不要相信西医他们的药可以救你们，不可能。那真正能救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就这样，啊，真懂了，就开始做吧。是，这样比较实际了，要不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时间，本来是可以转危为安，很可能就越陷越深。但我也，你们说在等两个礼拜，等几个礼拜，其实那个是无意，时忽时啊，不再来啊，时光啊，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你现在不赶快做，在下一刻，也许两个礼拜不是你等他好，可能他就躺。他就摆平了，都有可能，所以是当下这一刻悟了之后，就是当下这一刻就赶紧做，那也许才之后的日子才有转机。你现在不种下善因，你再等待两个礼拜会有善果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只要气场一上升，第一个你就是会反胃，反胃呢，然后我就觉得后面全痛，会痛的点全痛，所以他就是他们就一直归到他是因为血糖高，血糖高，所以他事实上血糖高不会有症状，不会有症状，就像血压高也不会有症状，他是因为他有体伤，举例很多。如果没有体伤都不会有症状。那是健康的人啊，现在不健康啊。你体伤，对体伤帮你解决以后，你的慢慢的体质又改善，它就会越来越好。对，所以就是在一个基本上，就是你要解决你的体伤的一些因，这是张医师讲的。那这个你这个因没有达到一个程度之后，你这个这些全部都会出来的。问题在那个地方，你就是。有一点困难，所以你要怎么样子把体伤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建立的一个过程就让这个状况能够慢慢的改进，不是一天两天一两个礼拜可以造成。我听了蛮，你们还是听不懂，病要好要有一个过程，在我看吧，那个根本是有一点问题的说法。没有什么过程，病了就当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过程，而不是等待另外一个过程。哪有说要几天的过程？没有，现在命为就是我整天都已经在拼命了，我已经要全力以赴了，我真的要把它救起来。那种决心一直看不到，你们说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经过时间的过程呢，还是经过原始点处理的过程呢，还是继续打胰岛素的过程呢？这个过程很难容，而你们的过程其实是在我看吧，还是在谈讲有的没有了，其实对身体都没帮助了。其实没有所谓的过程，在我看吧，就是当下我已经讲了这条路要不要这样走，断恶修善就是修行的，你要正德，修得一些成果，你必须要断恶修善，你不这么做不可能好事坏事一起做而能得到。这个不是在谈那个，那个过程不是你又要做又要做善，然后我们这个过程等待，我是时间的等待呢，就像我说的打胰岛素的过程呢，等待你们一两看到他一些成果才要这样做。事实上他做了，他已经身体告诉你我确实有改善，那就是当下已经答案出来了，还有什么过程？那知道了，身体已经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这时候就已经指出一条明路了。只有没有决心的人才看到明明大道已经现前，曙光已经见了，那我黑暗什么时候离开？你还在谈那些，那不就是都在谈话，那个没有意义的啦。所以我说我只要一听到人家说啊，那个需要一个过程，那个都是在安慰自己，那个都是在犹豫不决，那个就是没有决心要走。那这样等那个过程来的时候，也许他已经躺平了。我跟你讲真的，什么叫命危？命危就是随时他都有危险。那现在已经是拼命的时候，什么过程？等到他躺平了吗？没有这个。等到他打到胰岛素真的不行的时候啊，我们终于悟到了啊，这个过程我们终于知道，所以我要这样做。所以你那个过程是不对的啦，没有那个过程，有的只有对跟错啊，对了就做，错的就立刻改，来不及啦。我再讲一次，重在当下。我刚刚已经讲，时乎时啊，不我待啊，不可能时间会等待你啊，不要这么想。所以我最担心你们讲这些话，就代表从语言间可以看出决心。到底已经都命为了，那个求生意志要出来。那是很坚决的想活啊，想活的决心一出来，哪一些会影响我生命的，我立刻砍。我告诉你，我遇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也遇过。我一讲完，管他10年20年，说断他马上断。所以
所以我才说，还是回悟到我之前说的，用了原始点，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益，一定要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人，善根就是智慧，智慧到听懂立刻做啊，这样福德都记住了，这样才有救。因为西医本来就有问题嘛，刚刚我已经讲了，那连果生果重已经都一直把患者灌输成这样，如果你今天不是我这样讲，一般人都是说啊，这个病会影响这个病，从来没有这样，那你临床上也不会这样，临床上你只要体质改善，哎，血糖也可以降下来，症状也可以降下来，什么都可以改善，所以不是他们彼此在影响，而是你因有没有做好啊，这个临床上都有啊，你做原始点那么久你也知道啊，啊，他可能脚酸啊，膝盖痛，但是你找到因了，你一揉，哎，酸也好了，痛也好了，哪有说酸归酸，痛归痛的？然后说酸影响痛，痛影响酸，那不就是就是荒谬吗？那西医就是这样荒谬，那你们活在这样荒谬，已经点醒了，除非你不知道，我一不断用比喻，那除非你们听不懂，啊，我相信你们是听懂，啊，听懂而不做，还在等一个过程。那就完了，已经都在生命很重要的关键点了，没有太多思考。你们说再等一个过程，在我听起来是怎样？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走到哪一步路，你们以为你们的筹码还很多，你们还可以觉得可以跟我聊天，也可以跟西医聊天。你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择，但我认为你们越来越走的路已经不多了，你们能选择的也不多了。我只能这样，因为来你们总是要听真话嘛。是。那原始点也是这样写的，我讲的都是书本上的理，绝对不是乱编。那以后我做也是照我书本来，我也不会超出书本之外。所以见不见我也不重要，因为我的东西都在书里面。是的。而你愿不愿意这样自救？重点在这里，一边看书一边不懂，叫志工教你，立刻学，学了就立刻做，立刻改，这样可以转危为安的。这个就是魄力了。你要不要走出另外一条路来？如果不想走出一条路来，你来原始点。那也只是过过水而已啦，是，意义不大，所以不要等在这里浪费生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照样还是回到你原来的，那个改变不了的事。但生命的改变一定是先从念头改变，然后继之而起的是行动。加油啊！你觉得怎么样子？你想要怎么样？即知即行啊，好，他讲的哦，我讲的哦，是啊。那胰岛素打不打啊？不打。真的，你讲的 啊真的做得到，熬过去啊。好，原始点。好，那有问题就过来，随时有问题就过来，让他们来帮你度过这一个比较艰困的，好不好？那这个就是决心咯。是，即知即行哦。嗯，不是有一个过程哦，是没办法有这个过程。绝对没办法了，命违了还等什么过程？现在已经生死交关了。是，我判断是这样。那他肺积水，咳嗽、喘，这已经不是好现象。那个还要慢慢，还要就是照我重病处理的，还要慢慢哦，运动、哦、走路啊，这些锻炼体力啊，慢慢来。也循序渐进，也不急不得，但是该做的都要做啊，该断的恶一定要断。姜丸，然后生水，然后给他涂姜粉泥，然后给他先把身体做了。
对对对，你这样做，他也已经有感觉到好很多了。他刚刚说他改善，是，对，我上个星期是进来的时候，整个。对啊对啊，没办法，老师看到嘛，第一天你的老师在嘛，你今天我也是看你好很多啊，所以有进步。今天才能跟我讲那么久。对啊，那一天的样子跟技术就差很多，那天没办法，连做都不可能了。对啊，我看得出来。今天我也看你气色，真的是啊，这个是可以比较，可以比较的。那天很，所以我才说还是有生的机会嘛，啊，怎么样还要等待呢？对，这时候在等待，把生的机会都等待完了。对，真的，啊。老师，我们今天的答疑就播这一段。那我们接下来请您开始讲影响身体之源。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题。六，影响身体之源。元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可帮助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作用，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疗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各种因素，称为医疗保健之源。反之，会伤害身体，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及热能严重耗损，从而造成症状、体力下降乃至命危的各种因素，称为伤身治病之源。可见缘要影响果，必通过因，但若忽略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却只谈医疗保健之源的功效或伤身治病之源的影响，就会犯了弃因谈缘而说缘治果或缘生果的过失。换言之，切莫在治疗上弃因谈缘，不谈身体运作的因，却谈医疗保健之源，如药食、按推、针刺、手术等，可疗愈疾病而说缘治果，或在诊断上弃因谈缘，不谈体质差异的因，却谈伤身治病之源，如细菌、病毒、风寒、情绪等，可导致疾病而说缘生果。好，这是第一段。好，那我们来看，从第一段这样来看，第一个他先这一篇先界定什么叫做医疗保健之源与伤身治病之源。简单的讲，会让我们远离疾病的，还可以达到延缓衰老、增长寿命的这些好的源、善源啊，简单讲，我们都称为医疗保健之源。那反之如果会造成我们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甚至热能消耗体力下降甚至命危的各种因素，那这个恶言我们称为伤身治病之言。但言要影响到果，它必须要透过因如果我们因没有问题，即便有恶言来，它也不会产生果。所以下面就是逻辑性一定要很清楚，不能太强调也为什么西医会犯了那么多错误呢？因为他们常常是弃因谈言才造成的，而一直在强调言的重要性，反而真正能解决疾病的是我们的体质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西医今天之所以会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完全是在方向错了，大方向错了，你所有的研究也就只有偏离正道，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失之毫厘啊，差之千里，就是这样来。所以我们这里特别定调，我们看下面
啊，最主要重点是在这里，也就是我们言要影响果，必通过因。言如果是我们就用细菌病毒来讲，细菌病毒要产生疾病，它一定要通过我们的体质，也就是我们的体质如果有体伤及热能不足，这个果才会出现。它不会说跳过身体然后直接就产生果，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看出西医在诊断上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太强调这个病毒了，这个炎也就是检查出来的病毒。比如说在诊断上，那他们说检查出有病毒，他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多可怕，因为变异所以它会导致疾病，那这个疾病会死人怎么样。事实上重点还在因啊，因如果你只要体伤跟热能不足，你预先把它解决了，它就不会产生症状啊。它即便有症状，有体伤跟热能不足，你也不用怕啊，还是要从因下手，那这样病就好。但问题刚刚我批评了那么多，为什么会批评西医？因为西医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所有仪器检查出来的通通是果，要不就是恶言，就像病毒这些恶言。那很显然我们治病不是要治恶言啊，也那治从果治病有时候还可以有效，你从言下手是根本无效。所以从诊断上他们太强调言会导致疾病，这个造成民众的恐慌，其实就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因。你因保持好了就是一个关卡，就把恶言挡住在外，怎么会有后续的。还有太特别强调炎的重要性，比如说在治疗上他们强调这些西药可以治疗什么病什么病，但是当一旦病毒来又说这是病毒引起的症状，而我们没有药。哪有没有药，症状就是从因下手，所有病都是体伤热能不足，那你从这里下手它的症状就好了，怎么会没有药呢？你就是因为要杀病毒，你没有这个杀病毒的药，所以就以为你没有办法解决症状。那这时候你又把炎当作因在看，事实上这个是不对的，等于因炎果，西医是完全搞错。所以两个来看，从诊断上它也是弃因谈炎，那从治疗上它也是弃因谈炎。从治疗上弃因谈炎就会说他们西药应该要有什么药可以治什么什么病，那如果从诊断上又说这个炎有多可怕，会产生疾病什么恶果来，什么严重的疾病，这个都是犯了弃因，也就是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所以你看一个医学，西医发展到现在竟然找不出疾病之因。那原始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这是疾病之一。那有了这个理论，你只要体伤，你只要把开关大开关找出来，很多医案马上立刻就缓解症状了。这西医是完全做不到，完全做不到。即便他们说好了，你手腕痛。我们知道手腕痛它的开关在手肘，你只要用一两分钟内就可以把它缓解，你西医有没有这么快？你即便吃药再经由身体吸收到发挥疗效，你起码也要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都有可能。那原始点是一两分钟内就可以缓解，那这个不是疾病之因是什么呢？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西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疾病之因，而看得到凡检查出来看得到几乎都是果，要不就是炎。好，所以从第一段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所以我们说切莫在诊断上弃因谈炎，切莫在治疗上弃因谈炎，而说炎生果或炎治果，就是在指这个。
就是在指西医没有因的概念，才会导致后面的这种说法逻辑上犯了很大的问题。好，那我们这里下面就是举例来讲，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犯了的逻辑上的问题，也就是很多就是用的药食，然后疾病好了，大家就以为它具有治疗的功效，就特别强调它具有治疗的功效，然后而说这个药可以治病，这个就忽略了因的重要性。真正能够让疾病好的，其实是身体的因改善啊。这个就我们之前在医疗与保健就举了，姜能治病吗？不能啊。我们也举车子的例子啊。车子它没有油了，结果都不能发动，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空调啦，也没有所谓的导航系统，也没有这些音响都没有了，因为车子不能发。但你加了油之后，这些都有了，车子因为能发动。但你不能说汽油具有导航、音响、空调的功能，绝对不能这样谈。同样姜也是，包括西药也是一样，它不能说它具有什么功效，是因为这些药来那我们身体得到了这些助缘，然后我们体质改变了，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去修复它。但我们很多医学都不谈这样，然后一直讲哎呀，我们的药可以治什么病，包括中医也常常讲姜有驱风寒、止咳化痰的功效，而事实上它没有这些功效。如果有，那石油就应该具有那个汽油就应该具有导航、音响、空调的功能，这个不可能嘛。同样的我们今天来谈这些常常西医说我这个研发出来的疫苗可以达到预防疾病，这个也是要透过身体的体质，如果这样谈逻辑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这里就特别强调这些气因痰炎就会发生了你特别强调药食按推针刺手术它有治病的功效而说研制过，那是不对的。好，我们看下面也是在从诊断的角度来看，他如果说哎呀你不分体质的因然后就说这些伤身治病之言一定会导致，也就是病毒一定会导致疾病，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刚刚讲的你体质的因没有了，也就是没有体伤了，那你即便有恶言来也不会有果啊。所以这个说病毒会导致疾病这一说逻辑上也有问题是不完善的，它忽略了身体还有各种体质的差异。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原始点医学的宗旨是要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源，避开伤身治病之源。但源的作用并无绝对性，比如运动虽会消耗热能，但适度运动反而有助于身体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又如按推及热源虽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但过度了反而会造成体伤及消耗热能。所以原皆需在身体承受范围内才能达到改善体质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它原本来就是变动的，我们即便刚刚讲那个病毒之眼，你看病毒以前也有 SARS 的，但隔了一段时间你也不用去杀它，这些病毒终会过去的。你看以前在流行什么 H1N1H2N 什么好很多的，他们分类到最后这些流感都一段时间就会过去了。那从古至今我相信人类已经经历了很多场的病毒的感染，那这些病毒安在现在还在哪里呢？
时间会把这些消失掉，盐是变动，没有绝对。然后你一直在研发这个，现在的这个病毒，以后这个病毒也会变啊。你这个以后还要再研发，那就无穷尽的。你找不到一个治疗的原则，你只好从果从盐一直不断去变化，盐会变化，你的研发就会不断的变化，那劳命伤财啊，哦，也是在这。那我们这里特别强调，盐没有绝对性，哦，我们说劳动，很多劳动一想到就会很疲惫，但你都不劳动，你反而没有体力耶，然后吃也吃不下，哦，所以适度的劳动，它不但不会消耗热能，反而会改善组织器官运作，有助于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哦，当然在劳动的，哦，这刹那间，哦，都在消耗热能没有错，但反过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哦，可以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哦，所以它没有绝对性。哦，那这里又举，哦，按推跟热源。好，我们看下一页。按推热源，哦，我们也知道可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但有些过度了，哦，比如按推太重，反而造成体伤，把人家揉到，哦，肿起来都有。哦，那热太过了也会消耗热，比如说，哦，中暑，它太热了，哦，那 你体质太差了，一下子就晒晕了。哦，体质差就是你本身就有头部体伤了。哦，那还有热能不够，所以一散就消耗热能，然后加重体伤，导致你的症状。啊，或是我们也可以举例，比如说温敷很重要啊，但是你太热了，啊，红豆袋本来温敷是蛮舒服，但你过热了直接贴在皮肤，反而造成烫伤。哦，那烫伤身体要修复就会消耗很多热能，所以盐没有绝对性，可见最重要的就是盐接续在身体承受范围内，才能达到改善体质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这个也可以回答听众提问的说，啊，游泳要不要进？你看这里就讲了，可见盐一定要游泳也是一个方法嘛，盐嘛，啊，只要在身体能承受范围内就可以了，没有绝对，盐没有绝对性。哦，这一段用这样整个读下来来回答他，那答案再清楚不过了。所以这些都大家读原始点一定要善用，不要读死了。哦，说哎呀水是寒的，那所以运动都不能受寒，所以就不能出去。那如果天气稍微变寒你就不运动，那不是，哦，因噎废食了吗？哦，所以只要你能承受的范围内，哦，都可以的。哦，盐没有绝对性，你别人也许不可以，因为他身体太弱了。那我身体这么强，我去运动一下，天气冷我穿短裤甚至穿内衣我就去了，我也不胖，而且回来我还流了满身是汗，身体也蛮舒服，那为什么寒凉就不能运动？就没有这个问题啊。这个盐的问题就谈到这里。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一，医疗保健之源。医疗保健之源可再细分为医疗之源，如正确按推原始痛点或患处痛点，即保健之源，如善用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等。此诸善源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从而达到无病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这一段文字都写得蛮清楚的，就不需要再解释。我们看下一段。二，伤身治病之源。
伤身治病之源，如错误观念、缺乏运动、压力、生气、熬夜、劳累、外感风寒、中暑、药食过冷或不及变质、不当检查及手术、外伤、烫伤、环境污染、化学毒液。毒气，如化学废气、煤气、沼气、天然气等。毒物，如毒蛇、毒蜘蛛、虎头蜂、蜈蚣、毒蝎、毒蚊等各类毒虫及有毒植物及各类细菌、病毒等等。上述各种伤身治病之源，或可直接造成体伤，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影响体伤，进而产生症状，故需尽量避免。好，这里伤身治病之源举了很多，那有一些比如说观念性的或是情绪性的啊，这些都会慢慢导致体伤啊，导消耗热能导致体伤才产生疾病啊，这些常常是在慢性病最容易见到。那如果像急性病外感风寒啊、中暑啊、药食过冷啊，这些甚至毒物毒气这些所伤啊，甚至车祸啊，这个是有时候来得太猛了，那我们马上就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所以对于这些炎，我们只能避开，而不是要加以治疗。不是，我们知道啊，这些错误的，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去做啊，来改变它。好，那万一得到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来看下一段。若已造成伤害，则需考虑其中较危急者，如烫伤、食物中毒、化学毒液、毒气、毒物及特殊细菌、病毒等所伤，会使热能大量消耗，导致体力下降，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处理此类疾病，必须通过观察症状，善用外内热源，并配合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以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如此才能速愈疾病，使患者转危为安。然而西医从果治病，通过仪器检查，以寒凉性药来止烫、解毒、杀细菌病毒及控制症状，殊不知如此诊疗不仅于病无益，甚至还会加重症状。究其原因，固然与寒凉性药有关，但关键是西医将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譬如流感，西医是以对付病毒为主，但病毒既非疾病之因，也非疾病本身，所以才会检查有病毒，却未必有症状。以疫苗处理病毒，不但不能解除症状，还超出治病范畴。有病毒属源，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只需暂避风头即可。由此可见，要求民众接种疫苗以产生抗体对抗病毒，是医学中的一大误区。事实上，不论是为了解决或预防流感，只需通过观察，按推原始痛点及结合外内热源，就可达到治已病或治未病的目的。明了此理，诊疗才不会误入歧途，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作为对象。举一反三，其余伤身治病之源，亦应作如是观。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这一段还蛮长的，但非常重要。好，我们这里先点出来，就是如果你已造成伤害，我们本来说对于恶言，我们能闪则闪，能避开则避开，但不幸的啊，你还是得到。那得到了，你最重要的是解决疾病嘛。那解决疾病一定要从疾病之因下手，而不是治病之源哦，不能从治病之源下手，啊，那个方向一定要搞对。现在西医之所以搞不对，才造成大家的恐慌，包括疫苗，方向根本性的问题都是错了，那自然就无法解决这个很本来是一个流感很小的症状，结果搞到全球。每个人都恐惧，而且还是无辜的死了那么多人，我认为这些人很多都不应该死的，现在来看，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你已经造成伤害，简单的讲就是已经有症状，那有症状，简单讲嘛，你一定要找出疾病之因嘛，也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在哪里嘛，立刻解决。那症状就消失了嘛，而不是再来解决治病之源或研究治病之源啊，那这个方向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一发现这个流感大家都得到，那就知道它是传染病了。那这些对于恶言这些病毒的传染，不要管它是 SARS 也好 ,H1N1 也好，或是非洲变种病毒也好，都不用管，反正这些恶言都会伤害，会消耗我们的人，造成体香，导致症状，反正我们尽量避开，那如果能够避开最好，避不开得到了那就处理嘛。那处理也不是要处理恶言，也不是处理，比如说我们晕车，那你一定要先有体香嘛，头部还有上背部有体香，然后在车子摇晃你才会嘛。同样的，风湿性关节也是这样，你有体香，风在吹才会嘛，才会关节痛嘛。那你得了关节痛也好，或晕车、头晕、呕吐也好，你不是要治疗汽车，汽车是恶言啦，你不要说那我们车子怎么再来研究车子怎么开。才不会晃来晃去，路要怎么铺平，那大家以后就不会晕车了。你研究了老半天，患者不知道已经严重到可能躺在床上，甚至受不了已经送医院急救了，不是，医学不是要搞研的，也不是要来研究风，这个风应该怎么吹，是要寒风还是热风，温度几度才会对人体有帮助，不是这样。你在研究完了，这个患者关节痛已经痛到受不了，所以你要解决疾病，不要去搞炎啦，炎那个是不能解决疾病的。所以这里特别强调，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疾病之因，而非治病之炎。那恶炎我们避开就好，但不需要治疗它。那我们这里也举出很多，比如烫伤啦，食物中毒，这些比较严重，下面就谈细菌病毒，这些都会消耗热能。好，那我们面对这种疾病，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这些恶言要不要治疗，不要。所以我们处理此类疾病就不能用寒凉药来止烫，因为它烫伤了，那我们常常会想，那我们就用寒凉来冰敷皮肤，或是你被毒蛇咬伤了，你就开始研究，这个毒液啊，毒蛇的毒液是属于哪类毒的，那我们再来找解药，也就是血清来把它中和掉，那就解决病毒，这样没有用的，这个是不对的，方向也是不对，或是你被病毒感染了，你就来研究病毒啊，它是什么病毒，然后我们才来找出对治的方法，不对的。那如果是要用寒凉药来止烫，
或是你找血清，如果毒蛇咬到，那你来找这个病毒，啊，那找到了，患者可能有些严重一点，甚至都挂掉了，都有可能。你在找毒，这个是研究什么毒，然后要找血清的过程中，可能患者就已经走掉了，所以不能这样的。而且何况你找出来，对疾病也没有帮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解决疾病，你不是要去杀病毒，杀了病毒症状也不会改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所以即便西医现在说他们因为没有杀病毒的药，所以不能解决疾病，那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你即便有了能杀病毒，那这些寒凉药一下来，身体马上变得更寒，体伤更加重，甚至命就保不住了。所以很多人啊，我也在以前也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啊，就是说被毒蛇咬到，然后咬到马上就送医院急救，然后他们也有血清啊，马上打，哎，结果还是救不起来，还是有这样的患者啊。所以大家别期待，治恶言跟疾病是两码子事。你要解决症状，就一定要从因下手，而不是解决言。炎跟疾病是无关，炎是影响你体质的，那它已经影响了，你就好好的把体伤跟热能不足解决就好。所以我们这里就举出这些例子。那如果你要从炎下手，那这个我刚刚讲，那你晕车了，你在研究车、治疗车又有什么意义？那我已经风湿性关节炎正在痛了，你还在研究风怎么风怎么吹才会好？那这个对我病情又有什么帮助？就好像地震了，那满目疮痍了，结果你现在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把房子啊这些倒塌的赶快盖起来，让人民有一个居住的，而不是再去研究啊这个我们要如何来治疗，以后让地震不再发生，这个治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方向一定要掌握，所以。疾病，尤其这种对于比较严重的病毒感染，会消耗热能，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一定要从因下手。如果从因下手，这里就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与病无益，对于疾病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方向错误。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善用。以原始点来看，就是善用外内热源，还有按推，这样才能够化险为夷。好，我们看下一页。不过可惜，西医就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完全推翻了中医跟原始点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那这个就有问题。你仪器检查出来，比如流感，你却检查出病毒来，那所以他就以处理病毒为主啦。可是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啊，病毒它是不是疾病之因？也不是，病毒是炎啊，它不是疾病之因啊，所以它跟体伤跟热能不足没关系啊。所以西医所有的研究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流感的症状呢？问题就在这里啊，他不懂得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啊，所以才会有人间的很多遗憾，甚至不该有的生离死别情况出现，也是在这里啊，那他既不是疾病之，那是不是疾病本身？也不是啊，疾病本身就是症跟状啊，他既非症也非状，那怎么会是呢？所以很明显，他就是炎。它既不是果，疾病本身就是果嘛，那也不是疾病之因，也不是因嘛，它就是属炎嘛，所以因炎果一分，马上就可以看出整个格局来了。原来它是属炎，也不是因，也不是果，那答案就清楚。那你现在有症状，你要解决果，当然就要从因下手啊，而不是从炎下手。炎是影响我们的因，但治疗疾病一定是从因下手，然后炎呢？这时候治疗之炎就是
能够改善我们阴的源，也就是安推与乐源。我们用的方法，而不是治疗错误的恶源。恶源不是用来治疗的，阴才是用来治疗，源是用来改善我们体质的。啊，那如果恶源，我们就要避开嘛。啊，善源我们就好好用嘛。源是这样的一个性质，而不是治疗的对象。啊，这里特别强调。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好，所以西医这样的诊断跟治疗的方式，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第一个就出现他们这样的诊断下来，你即便检查出病毒来，或是怎么样，那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啊，那也未必能疗愈疾病，甚至还超出医疗范畴，而使病人变多。全球因为一个流感，全球有病无病都要打疫苗，这不是很荒谬吗？啊，大家都先感冒一次，没有病的也要打一个疫苗，然后让身体很多人，哦，尤其本来体质就很差的，让他再感冒一次，身体再折磨一次，哪有这样的医学？哦，这个是看来就是方向搞错了，然后让病人每一次这样一下子病人就变得很多，然后就扩散性，然后加上现在的媒体一广播，哇，全球的人就开始恐慌了，哦，好，那开始就后续就会有很多封城啊，甚至还锁国啊，你国与国之间也去不了了，啊，造成很多的不便，啊，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情况？比如说你检查病毒，你有检查出病毒了，未必有症状，啊，这个实际情形也是这样，欸，他检查出病毒了，欸，这个人竟然好好的，啊，所以表示这种诊断跟实际情形是有分别。那因为病毒不是疾病之一嘛，它不会立刻导致症状，一定是它影响阴了，那阴有问题才会导致症状。所以你有病毒未必有症状，这个也符合中医讲的，哦，正气足则邪不可干，邪之所重，其气必虚。你一定要体质有问题了，你没有正气了，你才会感染。同样，你体质很好了，即便人家感染，你也不会。正气足则邪不可干嘛，一样的道理。好，那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诊断事实上，哦，已经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然后你即便处理病毒好了，哦，就像疫苗处理病毒，那症状还是不能解除啊。所以你即便有症状，你去找疫苗也没有用的，西医他们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们说啊，你得了病毒了，那打疫苗是无效的，啊，所以在还没有感染的时候，你就要先感冒一次，打一下疫苗，寒凉一下。但这种逻辑又有一点不通，啊，所以也是在这里。好，且病毒最重要的是在这里，病毒属炎，非治疗范畴，也就是病毒它是一个恶炎，那恶炎我们应该要避开它，也就不要被感染，但它绝对不是要医疗治病的范畴，医疗是要治病而不是治炎。 这个方最重要的一定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不是只有我讲，因为从医学的发展来看也是，医学就是要解决人们的疾病嘛，啊，疾病表现在身体的就是症状，他现在搞到现在却不解决症状，却来解决病毒，这个荒不荒谬？这个已经偏离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那相较之下，两相比较下，原始点医学它只要通过按推与热源，然后也不必细究，你不要再去追踪体内有没有病毒，也不需要研发疫苗，哦，就可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然后来达到治愈病。如果你有病了，你这样治也可以解决。那如果你没有病，你也可以，有没有感染你不用管，你现在有没有感染到什么病毒也不用管，你先把体伤的问题先解决，
如果有体香都解决了，他一定没有症状，只是你没有去检查，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染病毒而已。但有没有感染病毒，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反正我远离人群，那如果大家都在流行，我自己戴口罩，我也不感染你，这样就可以了，而不是说我打个疫苗，然后我就可以不感染你，不是这样。所以避开，而不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伤害自己身体，来达到说不感不传染人家或感染，这个是方向有一点怪怪。好，那原始点相比较失效，它可以治胃病啊。你如果说已病了，我们按推原始点，还有加强热源，它这些流感的症状，包括这一次新冠病毒的一些症状，我们通通有办法解决。好，那同样的，如果你没有感染，你但是担心感染那很简单的，你可以用原始点来解决治胃病。为什么？原始点通过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你找出痛点来，那把痛点解开了，解决了，然后再温敷了，好，那这些都没有体伤了，即便有恶言来，你一点感觉也没有，你就可以达到治胃病，使疾病消弭无形。那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而且没有什么成本啊。所以等于这一场新冠病毒，以原始点的角度来，原始点早就有应对之策，而且也可以很快的解决它，而让大家不恐慌，然后也不会死那么多人。所以原始点早就可以做到。从这一个角度再来看，西医前面讲，你看用仪器检查病毒，这样诊疗的结果也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你检查出有病毒，那也未必有症状。那你处理病毒，症状也未必能解除。而且病毒是属炎的，不是疾病之因的。那你治疗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要解决疾病的。你不解决疾病之因，却解决伤身治病之言，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你晕车了去治疗车子，你风湿性关节炎你去解决风的问题，地震了你倒塌的屋子你不整理屋子，把屋子盖好你去研究地震，那这个又能帮助现实又有多少？所以这个方向是错的。从这里来看，所以最后的结论很简单，就是不论你是要预防或解决流感，都不应该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作为主要诊疗对象，因为这样的方向以病毒为主，以仪器检查为出来的，看似科技科学，但是事实上是方向错了，根本性的方向错了。那这样检查出来的病毒有问题，那不是说科学有问题，而是医学的概念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西医的逻辑上出了最大的问题，才导致这一场，跟仪器检查我认为也没啥关系啊。错不在，因为仪器，科学仪器是帮助我们的，但你把它用到错误的方向来，就好像我今天在中部，然后结果我要去北部，结果我就选择了飞机或高铁，这个绝对可以很快让我们去北部，但没有想到车子是没有问题，飞机也没有问题，但我们选择错了，也就是我们概念错，我们坐上去的不是飞到北部，却飞到南部，那我们不是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吗？现在西医出现的问题就是根本性的方向错误，而不是科学仪器有什么错啊。然后他又用科学仪器来让人民更相信啊，它是科学的，其他都不是科学的。但科学是中性的，它重点在你的医学观念有没有正确啊，这才是重点。所以很显然的，他把医学仪器，这些科学仪器用来针对病毒，方向是错的。
所以才导致这一场灾难无从避开呀、啊。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啊，你不论是要解决啊，或是预防流感啊，解决这些疾病，你都不应该以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作为主要诊疗对象。所以您看哦，我们竟然在这一场疾病死了那么多人，但我们最常用的字句就是怎么样？新冠病毒，就是谈毒。啊，毒跟疾病是，它只是一个炎呐、啊。重点是你怎么解决疾病？啊，怎么大家都在谈炎，就是被西医误导到这一个炎。那从炎下手是没有答案的，没有更好的方法。那这个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我只有预感，这些疫苗以后还有的争吵。啊，以后今年过了，明年也许又有新的病毒来，那我们是不是又要重新再来一次？哦，所以我是蛮有感的，所以我就特别请大家再听听我们的总论。上次总论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类，也就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哦，就是要落实医疗保健之言，避开伤肾治病之言。哦，这一段。我认为还蛮重要，大家再来读。如果大家冷静，哎，看到现在，哦，医学的束手无策跟无能，那你再来看这一篇我们的宗旨，我们能做到怎么样？好，我们来把这一段，只有读这一段就好。有健康的身体，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由于任何的医疗或保健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只能作为助缘，借由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自愈力，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重获健康。可见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既然如此，与其教导民众健康要靠疫苗、西药乃至手术，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所以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源，避开伤身治病之源，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此即日常起居，不仅要通过按推、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还要少食甜、酸、酒、冰品、生冷海鲜及蔬果。体弱者不但需避免接种疫苗，而且生病时也不能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否则越俎代庖，轻易毁伤，必将得不偿失。如此才能趋利避害，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从而达到有病可速愈疾病，无病可强身增寿。毫无疑义，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既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也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如果大家认真也听完了这一段，我们应该会有感触吧。因为健康当然是大家要得到的，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生命才有品质的延续下去嘛。如果你身体都不健康，你生命即便每一天都过都是很痛苦的，那怎么会谈得上有品质呢？那健康是一个很重要概念，那你要如何得到健康？这里就要从因缘果谈起，所以我们下一段就开始谈这个。所以健康不是来自于
什么医疗手段，所以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我们前面也有讲，没有一方也没有一药可以单独治病，这也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前面我们也讲过了，西医一直强调他们能治病，那其他的都不能谈医疗，你谈医疗就夸大，他们就要取缔。事实上真正能治病的不止医疗手段，还有保健手段。我们之前就讲过，中医就是一针二灸三用药，灸跟药就是保健的手段，针刺穴位才是医疗的手段。所以西医太强调只有医疗能治病，事实上医疗也不能治病，不止保健不能治病，医疗也不能。而这些手段只能怎么样，作为一个助言，真正要发挥作用还要靠我们身体热能作用，还要组织器官运作，把这些助言能够吸收进来，然后能够因为这些助言让我们运作更顺畅，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跟自愈力，这样才能够获得健康，这是一个概念。所以不能太强调盐，我们前面刚刚也在讲，你太强调盐而忽略了身体的热能作用跟组织器官运作，这就有一点我们之前比喻的，好像汽油不经汽车的这些设备它就可以产生冷气，就可以产生导航系统就可以产生音响功能，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汽油对车子是这样，那你药对身体也是这样，你要解决疾病一定要透过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跟热能作用，这样才能发挥这些疗效所以重点就是在阴。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健康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体力呀。啊，体力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药。你看你体力强，有没有一种西药说吃了让你体力变强，好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马上就有来很强的体力，可以做很多事的，不可能嘛。那体力来自于哪里？就是锻炼嘛，锻炼体力来自于生活的锻炼，然后来自于一些生活的习惯嘛比如不能熬夜啊，劳累啊太过劳累啊吃太多的冰凉这一类嘛，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简单生活，反而不是来自于复杂的医疗方法。所以西医现在把它搞得很复杂，那你从这一段就看得清楚，这个不是得到健康啊。打了疫苗你体力会变好吗？打了疫苗体质会变好吗？都不可能，而且那是寒凉啊，越打反而身体越虚啊，这才是真相。所以很多打了为什么会有副作用？因为它消耗热能啊，然后热能消耗了就导致体伤严重，才引起症状。所以我们这一句就在点出大家要破除迷思啊，健康是来自于生活啊，不是来自于什么医院的复杂医疗方法，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既然答案已经再清晰不过了，那所以医学应该是要教导民众健康的观念，这才是重点。如何在生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是要教导观念，而不是每每叫患者哎呀你怎么样就要跑医院，就要打疫苗，就要吃药甚至如果严重一点还要手术，这个已经不对了。所以我常常讲原始点是自救之法，不要太相信现有的医疗，现有的医疗太多的不足，尤其这一次完全暴露出来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所以这里就提出了原始点医学的宗旨，它的宗旨是什么样？就是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言，避开伤身治病之言，当然病毒就是其中的伤身治病之言，这
而且是在生活中懂得怎么样。所以我们第一个不是脱离生活，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在生活中懂得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来让自己得到健康，而不是去医院求健康，那个是求不到，去都是寒凉，怎么可能更健康啊？然后西医打的疫苗又寒凉，一打本来还没有病的，打了回来，有些人甚至又疲倦啊，又肌肉痛、关节痛，甚至还有一些问题，不必要嘛。哦，好，我们继续看，那什么是原始点医学？怎么来落实医疗保健之言，跟避开伤身治病之言？这里就很具体的写出来了，就是我们日常起居呢，你一定要通过按推与热源，这个随时要用啊，因为按推你没有病，你就可以先靠按推把头部或脊椎这里比较重要的先找出来，如果有体伤你先把它解决了，那即便有病毒来你也不会感染，然后因为体质也好，因为有热源的补充，体质也不错，能够维持整个身体组织器官运作，正常运作，让它很顺畅。那这样因已经改善了，那即便有恶言来它也不会影响你。那因不止按推跟热源，还有后面就是适当运动，要懂得要运动，然后不要熬夜，要充分休息，还要有良好心态，不要老是悲观，然后看一件事情都往坏处，然后尤其像病毒，大家一听到就闻病毒而色变，然后何况感染了，很多人就吓死了，因为看到有一些人死掉，他以为快轮到自己了，这些都是因为医疗的不足。那现在懂原始点，你应该更正面来看待，原来是有方法可以防范，然后即便得了也有方法处理。好，这在日常生活积极的一面。那消极的一面呢，你要避开什么？因为我们说甜酸暑寒，医疗与保健都有讲过，这些都很寒，而且酒跟冰品也是暑寒的，当然很寒的要避开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煮熟，不要说生机饮食啊，然后吃一些生冷的海鲜，不煮过的或是不煮过的蔬菜，以为这样营养成分就会高，万万不可，一定都要煮过，煮过让这些寒凉的药性改变，才能够温补我们的身体，要不然这些寒凉一直吃，你的体质热能严重消耗之后也会慢慢引起体伤，然后这里特别提醒的就是体弱者虚，也就必须不是应该也不是可以是必须避开接种疫苗，绝对不要碰，因为它是寒凉嘛，所以原始点认为这个是方向的问题啊。西医认为你病了一次就会产生抗体，就好像你感染病毒你就会产生抗体，那再遇到病毒的人你也不会再感染，这种我是不大能赞成。盐就是要避开，不是你故意自己去感冒一次那以后就可以免疫了，这个方法也有一点怪怪的，就好像早期英国他们也是希望说大家都得过了，那以后就有群聚的免疫抵抗力了，就不用再怕，不是这样的概念。原始点是要避开呀，不是故意再去得到之后有了免疫，大家好像打了疫苗了就不用担心，不是应该这样的，是先避开，能避则避，因为这些会消耗我们热能，会加重我们体伤的，我们都要避，这才是我们的概念。然后也不需要恐惧到要避，就是要封城或是要影响大家的生活，然后连出国都受影响，不是，你该出国的还是一样出国，戴口罩，就是这样，然后该洗手，那万一得到就很快可以治疗了嘛，那哪里得到那个社区或是那个地方，尽量都要戴口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没有检查，但也不知道哪个得到，只要一有消息，我们大家都就这样来防范。
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一劫，即便有了也不怕、哦、即便有了，也就尤其生病时，这一句也是在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依赖手术、打针、吃药，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它不但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还加重你的疾病，因为这些都是含良药、哦、所以这里就提出来，不要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真正能让你疾病好的是你身体的本身。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自愈力、修复力提升呢？前面就讲了，就是要用这些医疗保健资源，也就是按推、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来增强，那这样你的免疫力、自愈力就提升了，就可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的目的了。如果你不这么做，一味依赖这些寒凉的药，那这样月初代表很容易就是把你的热能消耗掉，甚至手术还会破坏你的身体，那这样轻易毁伤，到最后必将得不偿失啊！甚至有些人想活命都活不了，就会产生这样。好，那下一页就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些恶一定要断掉，断乐，然后好的我们一定要去做，这样才能趋吉避凶，那这样我们的组织器官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还有热能不足也可以立刻改善，那这样人体的体力就可以增加，那体力代表的就是免疫力跟自愈力，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自愈力有没有提升，就看你的体力，体力提升了，这些就是提升了，这样就可以达到怎么样，如果你有病，那即便得到了，你也可以很快就把疾病疗愈，那如果没有病，因为你平常就这样在做了，也可以强身增寿，所以对的方法是每一天都要做，不是说哎呀，今天我病了要跑医院，那明天我没有生病，我病已经好了，就不用管我的身体了，不是这样，它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就是要这样做，那病了也是这样把自己调理好，那没有病你也是这样的预防，那你身体就可以健康了，有病可以达到治愈疾病，那如果没有病还可以预防疾病，强身增寿，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里就谈的，所以原始点它是从上至下，也就它是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它不是越搞越复杂，因为它是生活化的东西嘛，也没有特别的方法，它既非侵入性也非用药物，它是完全是生活化的医学，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由薄反约、返璞归真、从上至难的，然后它也尊重以人为本、以病为师，它是尊重生命的，不会用一些寒凉药来伤害我们，也不会用手术 来破坏身体，所以它是尊重生命，然后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所以生活及医学，哪有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医学，所以我们的医学我认为已经这个不合时代，在时代的进步中真正能救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那在哪里救，不是去医院救，而是在生活中自己救我，自己知道怎么解救自我，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说既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那前面我们也有提西医啊，他们还是有提到早期的西医还是有提到那个要靠人体的自愈力，那中医是正气足则邪不可干，要固本培元这些概念，那这个才是中西医的智慧，也是中西医的精髓。那从治疗来看，
也是医疗与保健手段必走之路，而不应该用一些侵入性或是破坏性啊来治疗。那这些医疗跟保健都是要合乎生活化啊。那原始点啊，在这一点，我认为啊，也是把医学能够简化啊，让医学能够从医院走出医院，然后进入家庭，然后来落实生活中。遇到疾病，不是往外求，不是往医院跑，反而应该在生活中找到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哦，我们需要热源，那赶快用姜啊温敷啊，然后该按推就找你自己按不到，就叫别人，或是靠桌脚，自己背部也可以按一按，这些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来解决你的疾病，这才是大智慧啊。而不是把它搞复杂。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大家再见喽。好，谢谢张医师，谢谢。好，老师再见，谢谢老师。再见。再见。